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斌主播。居住在温哥华呢，就一定要去大统华超级市场，因为大统华呢，它是以销售中国和亚洲食品为主的一个超市，很多人都会去那儿购买中国的食品。那么大统华呢，在温哥华一共有12家分店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带大家去的是位于西温 Park Royal 的大统华分店。那么大统华超市呢，也是在疫情期间反应最快的超市。那么它首先要求进超市要排队，超市内的顾客人数呢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，那么人与人之间呢要保持2米的安全距离。同时呢，在卖场的进口处，它也是大温地区首个设置体温测量台的超级市场，这也在保护服务人员的同时，也是保护前来购物的顾客有一个安全的环境。我们进了卖场之后，发现左手边就有酒精消毒处，直接可以对手进行消毒。那么卖场内的人数呢比平时要少很多，但是商品的数量呢没有减少，非常非常多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针对这些产品来公布一下相当于人民币的价格。好大的一条牛奶鱼。